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老北京粗粮素包子的做法。包子的配方是从一个祖上就是老北京的朋友的家传得来的，试了以后觉得很好吃，北京人肯定会觉得味道非常熟悉。先用3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把酵母激活，里面加一点白糖，时间大约5分钟就可以。把普通中筋面粉450克和荞麦粉150克混合，荞麦粉粘度比较差，比例不能太高，否则包子皮会开裂。面要和得软一些，酵母水还是要一点一点的倒，不要倒在面盆上，而是要倒在面上，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盆光、面光、手光。面团表面光滑以后，用保鲜膜盖好，醒发50分钟。这是素包子馅的所有食材。先来调一碗汁儿，两块老北京红腐乳，加45克香油，10克姜末，一定要把腐乳碾碎，搅拌均匀备用。用开水把木耳焯2分钟。然后捞出切碎备用，胡萝卜擦成丝，放少许油煸炒一下，看到炒软有黄油出现就可以了。下面把几种馅料混合，下入木耳、豆腐干、香菜、蘑菇丁，倒入调好的酱汁，加入2克白胡椒粉，因为腐乳的品牌不同，咸淡会有差异，所以这时候不要放盐。拌匀以后尝一尝再放，我一共放了10克盐。这时候面已经发好，就可以包了。我的面和馅儿正好能做30个包子，掺有荞麦粉的面特别容易干，所以如果你操作的手法慢的话，不要拿出所有的面团一起加工，一点一点的来，否则包到最后，前面做好的面团已经表面开裂了。做包子皮和做饺子皮大同小异，只是更大更厚一些，但是包子皮的边缘应该是比较薄的，否则包子的顶部会形成一个大面疙瘩。这种素馅包子没有汤，所以包的时候上面开口或者不开口都没有关系。包好以后，凉水下锅，从水开上气开始计时，蒸15分钟。这种包子外表颜值一般，但是口感一流，粗粮这么做一样的暄软可口，老北京的味道十足，希望您能喜欢。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，这里是上师厨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